编舞舞者王维明所担当的精彩演出，他们所演绎的构想正来自于苏信义老师在2000年高雄市立美术馆创作论坛个展《生命流转工业史诗》。我们就让现代舞的流转来展现时间抵挡不了的艺术创作活力。我印象中的苏信义老师，他具有一种台湾战后第一代出生的世代的人所特有的一种沉稳的气质跟热情的活力。我们高雄的艺术界朋友都知道，经常我们在许多的艺术展演的场合上看到信义老师还有晏殊老师这一对身世淑女的艺术家贤伉俪搭档，然后他们也都不吝于分享他们对艺术的热情。更重要的是，苏信义老师总是能够将这样的热情投注于公共事务的参与上。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苏信义老师访谈的 VCR。
各位啊在座的啊这个贵宾，很高兴获得文艺奖的殊荣。艺术的创作是艰辛漫长的路，能这个熟悉的创作啊是一种幸福的事情。一路走来啊，首先要感谢啊父母，在那样艰困的一个年代，能支持孩子的一个选择，也要感谢我中学的一个恩师吴美玲老师，因为他带领我啊进入啊艺术的这样的一个殿堂。感谢我的太太啊陈念师，作为创作者的另一半，又同时是一个创作者，双重的一个角色啊是辛苦的。谢谢他在生活上的一个照顾和创作上的一个激励。感谢高雄艺术界的朋友和现代化协会共同奋斗的一个伙伴，有你们真好。谢谢评审委员的啊厚爱。最后要感谢啊高雄这个城市，我重要的一个作品啊工业花园时间雕塑系列的一个作品，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城市，在这样的一个场域，我才有办法啊创作出来啊。谢谢大家。谢谢苏老师，谢谢。再次恭喜苏老师。